大家好，多谢收睇我嘅影片啊！今次拍摄嘅影片咧，喺2002年2月拍摄嘅。check 翻自己嘅影片咧，喺小型无人机令下咧，2002年6月生效前拍摄嘅，应该冇违反规定啩？开个影片证明俾大家睇下啦，到时先再算啦。再见。